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7号啊，纽约时间上午11点，明镜火拍，准时跟大家见面了。啊，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啊，今天我的左右边居然没有人啊，是我一个人坐在这儿啊。对了，这是我的一个新节目，叫做《明镜火拍》的大事小评啊，今天做第一期。啊，这个节目呢是这个我们公司酝酿的一个新节目，是让我一个人来讲。那么这个呢啊，我一个人讲节目呢，也有一些人已经有建议，另外我们公司有战略上的一个安排啊，因为这个还有一些网友也提意见。为什么呢？说你们这个明镜做的那么多节目啊，也看不完，是不是？你们能不能够给他在文字上提炼一下呀？那么我这个节目呢，实际上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文字提炼的。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要提炼什么东西呢？我要提炼我这个星期采访的4个嘉宾访谈的一些内容。那么我在提炼他们的内容的时候呢，我顺便呢，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些网友的观点，还有呢，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一个评价。那么大家看今天我的这个讲的这个标题呢，叫习近平新动作啊，有喜有忧啊，汪洋不是开明派。那么基本上就是我这个礼拜啊讲的几个关键性的嘉宾里头访谈内容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一共做了4个视采访。那么采访了哪四个视频呢？第一个视频就是乌坎事件啊，这个究竟这个汪洋先生在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我采访的呢是关于美国之音事件啊，采访的是龚小夏。那么是美国之音专访郭文贵的3位记者啊，收到了解雇这个建议函。但是呢虽然这个有人员准备被处罚，但是呢，人们想知道的美国之音事件的真相似乎仍然没有得到啊，这是我采访的一个内容。第三个呢，就是我请到了来自中国的学者啊，兼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思想家这个荣建先生，他谈这个中美外交。当然这个外交谈的时候呢，是以川普访问北京为背景，他解读为什么啊习近平先生这一次花那么大的力气啊来接待川普先生，他为这个事情呢解开了一个谜团，他的观点呢有些新意。最后一个专访我采访的是这个李医生啊，他实际上是个律师，我叫他李医生。为什么呢？他来给共产党这个体制啊看病，给他们开处方啊。这个节目呢是昨天做的啊，一共4个节目。那么呢，下面呢我就从乌坎的事件讲起啊。乌坎事件讲起，乌坎事件的嘉宾呢，我请的是庄烈宏先生啊。这个庄烈宏先生呢，他是这个乌坎事件里面的关键人物，这个在他们内部呢啊，庄烈宏先生被看成是激进派，叫激进派。那么现在这个被在监狱里头的啊，这个啊这个乌坎的村民委员会领袖啊，这个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啊，他当时就批评他是激进派。实际上啊，在一场啊跟共产党较量的这么一个啊非体制外的抗争力量中呢啊，你区分激进派和温和派啊意义不大啊。当然你内部调整战略是可以啊，激进派你冲在最前面跟共产党去干，那么温和派呢有时候扮演着跟共产党谈判的角色，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你们内心真的把它啊当成一个激进派，那么我觉得就是在跟共产党斗争中的一个幼稚啊。因为你看看这个温和派和激进派最后遭遇的命运呢，都是被打压啊。这个庄先生是2014年啊流亡到美国啊，他跑得快，他有一种直觉啊，他从这个
这个朱明国进冲以后的外在表看起来中国政治啊乡村政治作为一个开明的时刻的关键点呢，他意识到问题很严重，就是他拔腿跑了，而他的这个村委会主任呢，这个没有跑，最后呢，你大家看到啊，他被有一个罪名啊关进了监狱，在进监狱以前呢，他还要上电视认罪啊，这个。乌坎事件呢，一直是啊全世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当然也是中国人关注的一个重点，啊，曾经就是说有这种观点，它是中国的这个民族的井冈山啊，那么民族的井冈山啊，它这个红旗能砍多久，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外界以为就是说在，啊，政府和村民的激烈的一个对峙的过程之中呢，最后这个事件呢，啊。能够得以和平解决，啊，这里头有一个人具有重要的作用，立了很大的一个功。那么庄烈宏先生呢，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把这个汪洋在这里头啊，究竟扮演的什么角色呢？他进行了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报道啊。他就是那么庄烈宏先生在接受我采访中呢，解开了乌坎事件的两个谜啊。第一个就是。汪洋先生在乌坎事件啊，究竟是一个开明派，是一个柔性模式的主导人，他还是一个阴谋家，是一个坏人啊？用这个简单的一点的话语，就是说他是个坏人还是好人？他是个坏人还是好人啊？这个庄烈宏先生把这个答案给出了大家。另外一个答案，一个乌坎事件的谜团，就是说呢。啊，为什么就是在当局以和平和柔性的方式解决了乌坎的事件之后啊，胡春华先生要对乌坎的村民啊下杀手，把这个乌坎呢变成了一座中国最大的集中营之一啊，这是这个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庄烈宏先生给出的答案那就是这样，第一就是说汪洋是盗国贼和狗腿子啊，盗国贼这个话语呢，他是从郭文贵先生那里借用的啊。狗腿子，那么就是说，啊，他是秉承上面的意志啊，在办事的啊，当差的啊，他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没有自己的独立角色。他的这个所谓的如果有什么独立角色的话呢，那就是忠实的执行对这个老百姓的镇压的这个使命，这是他的这个狗腿子的使命。那么这个答案一出来的话，整个一个就给大家颠覆了汪洋先生在乌坎事件中作用的一个印象啊啊！我记得汪洋先生十九大上台以后呢，啊，大家都觉得哦，一看七个常委清一色的没什么指望，但是一看汪洋在那啊，也许还有一些指望。而且呢，我采访那个嘉宾甚至说，就是说汪洋的那个位置将会在。政协，而政协呢，将来有可能是中国上院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啊，习近平先生主导政治变革，王沪宁先生做啊理论策划，啊，栗战书先生主人民代表大会啊，那么就是将来就是中国议会的一个雏形啊，再加上汪洋先生去主啊这个政协啊，把政协变成中国上议院。那么中国呢，慢慢的就会走向三权分立的雏形啊，有这么一种设想。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啊，这个汪洋先生在乌坎事件中的当事人对他的这个指责来看呢，他真的不是什么开明派啊，他是一个啊，他是一个坏人，而且还是一个阴谋家。为什么呢？啊，这个阴谋家就庄烈宏先生提到下面几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是这个汪洋先生在处理这个乌坎的时候呢，他有 ABC 好几套方案，那么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什么 ABC 方案呢？核心就是说一个就是武力镇压啊，一个就是武力镇压，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什么朱明国进村跟这个村民对话的柔性模式啊，就是这个和平模式啊。你看这个图上有朱明国进村跟大家啊，喊话的照片啊，跟在这个我这个脑子有问题，跟在他后面那个右后面那个进监狱的，就是当初就是被认为是啊
聪明中比较柔和的啊，温和派的代表啊，后来这个选成为了这个叫林祖炼，对，他叫林祖炼，后来选为了这个村长啊，他算啊武坎四杰中当地啊这个村民中比较温和的一个领这个领袖，嗯，这个呢就是说啊 ，A 方案是用武力啊 ，B 方案啊到 C 方案是用和平啊这样一个方式，当时呢就是根据这个啊根据这个庄烈宏先生提供的信息呢，就是说啊汪洋先生刚开始是准备的是 A 方案，那就是要武力镇压。为此呢他调来了3000多个军队这样的军警啊，还有这个1000多个的这个武警啊，大概有4000-5000个人啊，把这个乌坎村啊围得像铁桶一样的啊，铁桶一样的，一共把这个乌坎啊断水断电啊断通信搞了11天啊，大家，所以我记得我在采访他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韩国的电影出租车事件啊，那真的汪洋当时就把这个乌坎村变成了一个出租车事件那样的一个事件啊，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哎比较这个有戏剧性的是什么呢啊，出租车那个电影里头呢只有一个记者啊跑进去了，而乌坎事件呢啊这个里头呢据庄烈宏先生说，跑进去的啊，翻山越岭的啊，各种方式跑到乌坎去的外国记者有将近100人啊，上百人啊，正是这上百人外国的这个新闻记者在乌坎，从而遏制了汪洋用 A 计划处理乌坎问题啊，这是这个庄烈宏先生的一个解读啊，他说因为很显然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搞血腥镇压的话，不仅可能伤及这些人啊，而且呢共产党要脸啊，在某些方面他是要脸的，他怕国际舆论这么多人一块报道啊，光州就一个记者就把这个事件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如果上百个记者的报道的话，那么汪洋怎么办？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呀，对了，还忘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情节，就是在准备镇压这个乌坎村民的这个过程中呢，汪洋这些人甚至准备了迫击炮啊，这是一个我也不懂为什么搞一个镇压一个老百姓要用迫击炮啊，一般的用催泪瓦斯啊橡皮子弹就够了啊，还有这个水车就够了，为什么用迫击炮？哎，庄烈宏先生说，哎，他们那些人就看到啊，这个多辆迫击炮车由惠州军区途经沈海高速，停放在陆丰寺党校啊，这提供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到现在也不解这个东西。如果有知情的网友和观众啊，可以提供照片应该更好啊。这个庄烈宏先生呢？把这个乌坎的这个事件呢讲完之后呢，就有网友在后面评价说庄烈宏讲的是真实的情况啊，为这个庄烈宏背书啊。所以说呢这个汪洋当初用 A 计划，也就是用武力去解决啊乌坎的这个事件的这个问题呢是他的初心。在 A 计划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呢，他派了这个朱明国先生去，我记得还有这个省委的组织部长一块去乌坎，然后呢跟老百姓互动啊，这样的话汪洋就赢得了一个开明派柔性模式处理这个乌坎事件的一个这样的好名声啊。那实际上这个我就问庄先生，我说好像不对呀2012年在两会上汪洋先生面对国际记者对乌坎事件侃侃而谈肯定乌坎的群众在土地问题上的诉求合理又合法，那你这又怎么解释呢？
啊，庄先生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他这是忽悠啊，他说他是忽悠啊，他说这个真正的事情是，就是说汪洋他对这个乌坎事件啊，他讲了两点啊，第一个说乌坎老百姓的对土地的要求合理合法，另外一点就是说乌坎的老百姓啊选村民会啊，落实这个村委会这样一个真正的这个民选的村委会的这个做法呢啊，要是值得肯定的，是值得推广的啊。他说这两点，他说你如果检视这两点的话，汪洋在乌坎都做了吗？他说他一样也没做啊。这个乌坎事件，朱明国进村之后并没有落实把土地归还给村民的这么一个计划，没有落实。那么我就问汪先生、庄先生，我说有没有替代方案呢？他说替代方案也没有，就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想解决乌坎的老百姓维权的要求，他没想到要解决。在另一方面呢，关于村委会，村委会外界看到就是说啊，当局让村民选自己的想要的一个村委会，是吧？他把原来的村委会解掉了啊，这个省委副书记也去了啊，省委组织部长到一个村子里头去落实一个选举，这个事情呢看起来架势也比较大，但是呢这个村委会啊是被一个操纵的选举，就是政府利用渗透，和用那个庄烈红先生的话说啊，政府利用渗透和各种分化的手段，在导致在解决乌坎土地诉求上毫无进展。好，这样的话老百姓警惕放松了，汪洋赢得了开明派的好名声，老百姓呢保护神外国记者撤走了，好，政府开始动手了，汪洋先生啊走了啊，汪洋先生走了，胡春华先生接班了啊。胡春华先生为什么接班之后他为什么要处理乌坎事件呢？啊，庄烈红先生解释是，就是说汪洋在的时候啊，他的 A 计划啊，他的 A 计划他已经确定啊，这是既定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只是借胡春华的手把它做完而已，把这个 A 计划呀做完而已。因此呢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不存在汪洋的开明派，第二不存在胡春华颠覆汪洋的乌坎的遗产的问题啊，他们之间全是扮演的一个角色，汪洋自始至终是一个狗腿子啊，扮演着镇压乌坎的一个角色。第二，胡春华继承的是汪洋这个狗腿子的使命啊，这是这个啊庄烈红先生采访谈乌坎事件中啊给外界发出的一些关键的一些信息啊。那个乌坎呢，我们原来以为啊当初啊真的以为啊他是啊民主的井冈山啊，中国的基层民主的出发点啊，很多人寄予很多很多的希望，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汪洋离开之后，胡春华到广东之后呢，基层民主没有了，汪洋把这个乌坎，还有呢，当然包括胡春华先生，胡春华先生把这个乌坎真的变成了一座当今中国看得最严的集中营啊，集中营。所以这个庄烈红先生啊对汪洋先生意见很大啊，原来我还不解啊，我说这家伙怎么跑到美国，对于汪洋这么厉害啊，这个跑到华盛顿还去抗议啊，还去堵截这个汪洋的这个车啊，访问美国时候的车啊。经过这次专访，我可知道他为什么对汪洋那么的恨了啊，这种我基本上理解了。他跟这个庄先生的爸爸啊现在啊还在中国的监狱里头，所以他跟这个汪洋啊既有公仇啊也有私恨啊，看的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呢啊下一个故事呢啊就讲到这个美国之音事件了，就是这个啊龚晓夏女士接受我的采访啊。这个郭文贵事件呢
伴随郭文贵事件的呢是美国之音事件啊，当然后面还有所谓的哈德逊事件啊等一系列的美国国会这个听证会事件等等啊，再加上郭文贵先生这个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推特、油管、脸书上通通的被封嘴啊，这是引起了相当大的一个关注。那么从这个事件，我们因为民进报道郭文贵事件比较多嘛，啊，正反两方面我们都报道啊，啊，这个郭文贵先生我们采访了啊六次啊，我采访了六次，关于郭文贵先生相关的这个题目呢，那就不计其数了。但是呢，反郭文贵的这个一些采访呢，我们也介入了，就是说，例如说啊，董克文律师搞的好几次记者招待会啊，还有一些曾介甫先生啊，谢建生先生啊，主办那些记者招待会呢，啊，我也去报道了啊，就是两方面争取啊，就是尽量的平衡啊，去报道这样一个事件。啊，龚晓夏女士呢，啊，她原来啊，这个在美国之音啊是中文部的主任，那么因为采访郭文贵事件呢，她被行政休假啊，行政休假，那么这个行政休假休假到最近啊。终于有了进一步的结果，就是这个参加采访郭文贵先生的记者之一东方先生在推特上贴了一个推文，就是说他们收到了美国之音的解雇函啊。大家看看他是这么说，他说11月3号啊收到美国之音的解雇函，当时的感觉就是错愕啊，他是错愕这两字，后面有惊叹号啊，他真的没想到。啊，他没想到这一点啊，可能跟龚晓夏不一样，待会我给大家解释。啊，东方继续说，我在北京啊，当美国之音驻华记者的时候呢，啊，被中国政府看成是敌对势力，监视骚扰无处不在啊。如果是中共想把我赶出北京，如果是中共想把我赶出美国之音，那一点也不奇怪啊。如今是美国政府做出了一个啊。中共做梦也做不到的事情，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在美国政府帮着中共把这个把他们给灭了啊，这个事情确实是让他很惊愕。但是呢，龚晓夏，我在问他的时候呢，我说你这个事件走到这一步，你有没有预感啊？啊，他说我有预感啊，我知道是这个结果。为什么呢？他说，但凡被行政休假，就会有这个结果。他说我对这个结果呢啊早有思想准备。这是一个。那么我又问他，你后不后悔啊？他说我后什么悔啊？啊，他说这是一个民主和专制的战争，我要把这个打到底。这是一个捍卫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战争，我要把这个战争打到底啊！哎，女侠啊，这是谁的话呢？这是东方先生告诉我的，他说他有侠客之心啊。我呢采访龚晓夏先生，龚晓夏女士是比较多的啊，龚晓夏博士啊比较多的很多次。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是三个人被解雇嘛，对不对啊？那么我想，哎，换一个人去采访，我打电话找他们，哎，他告诉我这个事情不行，我们三个人的发言人啊就是龚晓夏啊，你还得非得去采访他。然后我一问龚晓夏，龚晓夏说那我不采访，那他们怎么能去采访呢？他们拖家带口的，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个啊，吃饱了这个全家不饿的，我当然可以出来讲了啊，一责无旁贷的要出来讲。那么这就是我采访他的一个背景啊，采访他一个背景。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哎，美国之音事件啊，从4月19号到现在查了半天啊，什么结果都还没查出来。但是呢，在公众知道真相之前啊，哎，导致这些被采访的前线记者被处理了，这个东西呢让很多人惊讶啊，让很多人惊讶，尤其是这个美国之音事件呢尚在调查中。为什么尚在调查中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呢监察部门呢正在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它还没有结论呢啊。那么龚晓夏博士告诉我，这个事件呢大概还要调查好几个月，那么他们可能是打一个时间差，想在这之前先解决。那此外，我们都知道美国国会也在关注这个事件啊。那么这个事件，美国国会甚至还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专门做一个听证会啊，专门做一个听证会。那这样子匆忙的情况之下，哎，一般人想，
美国之音内部或者 BBG 它的美国之音的上级领导应该等这两个相关部门这个相应的结果出来以后再来出手处理这个事情吗？哎，不是，人家先出手了。所以这个呢也让外界的惊诧。当然外界最想知道的第一是真相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啊，对不对啊？第二，以什么理由把这三个人给解雇了？那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出来的这个信息看呢，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遵守美国管理层的命令，第二是这些人呢没有遵循记者的职业规定啊，基本上就是这两点把他们解散了。那龚晓夏就口中念念有词，就开始反击了，他说胡说什么这个没有遵守这个管理层的命令，你什么时候给了我命令？你并没有给我命令。他承认在这个事件的构成的过程之中啊，他们有很多建议，有很多讨论，但是从来没有什么命令。他说你给我一个命令，拿出你命令的证据来啊。啊，他将 VOA 将的是这一军啊，说美国之音拿不出命令啊。这是这个龚晓夏的意见。还有就是关于说他违背新闻的原则问题，违背新闻的原则啊。他说我哎，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呢，我确实违反了这个啊上级有跟那个上级有一个命令。为什么呢？上级的命令呢就是要求他在采访郭文贵先生的时候每一句话都要练，每一次都要练一次免责声明。可以说这个太可笑了，这个太可笑了。他美国之音内部的规定也不是这样啊。他说即使如此我还练了三次。所以说哎，大家都看到龚晓夏在采访这个郭文贵的时候不断的念免责声明，他就觉得很奇怪。那么原来背后的故事是这样啊。还有一个就是平衡报道，你像这样一个事件，郭文贵先生说的这个习近平啊让去查王岐山啊，你去找习近平核实，你去找王岐山核实，这个事情怎么办？你怎么核实？怎么平衡啊？怎么平衡？我们民进在采访郭文贵先生啊，每次我们也练这个免责声明啊，我也练啊，希望王岐山、刘成杰冠军出来讲话，但是呢，没有一个都没有，嗯。所以这种在西方的媒体啊，基于新闻自由、政府信息公开啊、民选政府等等各种原则啊，他在报道公共事件的时候呢，容易采访到当事人；但是在报道中国政治的时候呢，这个去采访这个当事人去核实、做平衡、做两方面的声音，这种平衡啊，在中国这个背景之下呢，有点艰难啊，不太容易啊。我只是从我这个做记者的角度啊，这个的一个解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龚晓夏这个采访之中呢，有两个关键的事情呢，没有解答清楚啊，就是美国的处理他们的事也没解答清楚。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之音说对外披露的消息是三个小时。后来呢，他们的当事人啊，官方的发言人呢，又对美国的对这个《纽约时报》等媒体说，他们只有一个小时。哎，但我在这个采访龚晓夏的过程中呢，还提到15分钟啊，所以这个直播时间啊，到底是三小时、一小时、15分钟啊，到现在还是一个一团粥。美国之音搞到现在啊，人都快处理了，现在外界还不知道当初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千千万万的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美国之音在这个网站上它是明确说要直播三小时的，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不到一个权威的一个解释啊，权威的解释跟它是冲突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权威的解释和当初美国之音发表在网站上的这个直播三小时的这个时间是冲突的，在后面是不是
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左右这个时间的变化。这就要谈到 VOA 采访郭文贵先生之后，这个事件中呢背后有不有中国政府的压力。这个事情啊比较奇怪啊，就是说啊，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在封郭文贵的嘴啊，只要是郭文贵先生到强盗那说话，中国的手就会伸到什么地方。大家也看到了啊，从美国之音这个事情呢，如果还是孤立的事件的话，因为美国之音要采访郭文贵，北京的动作是非常的大的啊，在北京啊召见了他的这个记者，在美国啊，在美国他们也找美国之音联系，龚晓夏也说啊，中国大使馆把电话直接打到了他们的办公室，是不是啊？那么这如果说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的话呢，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它是孤立的。但是后来哈德逊的事件，那还是孤立事件吗？那么美国国会这个参议员啊，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参议员卢比奥先生，在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追问这个啊，这个什么人，这个哪一家来着啊，他的这个法律顾问啊，追问他的这个总法律顾问、首席法律顾问和副总裁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就说中国政府给了他们报告，给了他们报告啊。这些事实呢啊，这一些事实，一系列的事实啊，证明中国政府在追着郭文贵走，郭文贵影响力到哪，中国政府就跟到哪啊。这个事情呢看来是比较明显。可是呢，在处理这个啊，龚晓夏这些人的这个事件，这个美国之音啊，他准备都要解雇人了，他居然对这些事件呢啊，他还回避了，他没有去正面的去回答这些问题啊，而且说龚晓夏的话说好像跟事情跟他没关系。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让外界觉得疑团越来越大。当然现在关于这个事情的争论是很大的，有些人现在到现在还怀疑龚晓夏是特务，说龚晓夏把这个事情故意搅掉了。还有的就说呢，美国之音被这个南京黄了啊，被美国之音南京黄了啊。这个采访呢啊，我觉得有个遗憾之处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龚晓夏呀还有一些难言之隐，因为他我总觉得有些地方啊他的话没说透，有些话没说透。那么我就试图让他回答这些问题，但为什么有些话现在不能说。他说这个他呢跟美国之音之间并没有协议，他可以放开的说啊，但是呢有两点制约他，现在呢啊他也不能够这个豁出去说。两点呢就是说他这个官司呢，他现在有一个律师，他有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对他有制约，就是说他对外公众的一些发言都需要经过律师的同意，这是一个啊。我们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容易导致官司上的被动。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如果他要说出去的话呢，啊，有一些同事可能遭受压力啊。他说，除非我们这些同事全部回去工作了，那么现在回去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啊，就是这个你们看前面啊，后面两个杨晨和这个张虎晨，他回去工作了啊。那么现在啊，东方啊，李树和郭文夏呢是被建议被解雇。他说除非这些人都回去工作，他除外啊，他可以放开来说，什么都不顾忌啊。因此呢我们呢也知道，就是说东方先生也在推上不断说，他说我知道所有情况，但是他现在不能说啊。啊，我想呢东方先生也有一天要出来把事情说透的时候，龚晓夏女士也有一天要出来把话说透，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啊，就是时间的问题。那么在当下呢，在美国之音内部提出解决啊美国之音事件这个建议，就是解雇这些人的方案之后呢，我问龚晓夏当下他们能做什么啊，到当下能做什么。龚晓夏说呢，如果从内部行政这个官司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他可以申诉，可以上诉啊。他说这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希望。他说如果你在内部上诉的话呢啊，他提了一个数字，是93%的案件上诉不会成功。就是说他觉得就是在这个行政体制内部啊，
他赢的这个官司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他说他在这个起诉这个美国之音之后呢，就是民告，就是这个诉讼中呢，他觉得他很有信心赢得这个官司啊，因此他这应该是两步走。那么为了走两步走，他就要找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就是他那个打官司的战车往前走，他要润滑油啊。那么润滑油呢，那就是要需要钱，打官司是要钱啊。他我记得他在这个推特上说，他们已经花掉了将近六万美元啊。如果这个事件再往下走，那要花掉将近十万啊，将近十万。因此呢，他们在继续的募捐啊。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呢，可以看到他们的募捐的信息啊啊。这个他东方先生的这个推上呢，有这个募捐的这个地址和这个啊写支票的方式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东西呢，昨天我听这个任松林啊和桐木先生的啊书斋夜话呢啊，他们这两位先生呢专门在节目里头哎有一个插曲，就是说为龚小夏这些律师这些人募捐的问题啊。这个任松林先生呢啊让我很感动，他说什么呢，他们的书斋夜话准备啊拿出营收收入的1000块去支援龚小夏他们打官司。他说不为了别的，只为了这个事情有真相，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自媒体啊，他们也是做自，他们办自媒体，他们也需要这样一种言论自由的环境。因此呢啊，他去愿意去支持这个啊这个啊龚小夏他们去打官司啊，给他捐了1000块。啊，另外一个方式呢，龚小夏说啊，你们当然就是给大公众啊，可以给国会议员写信啊。国会议员写信呢，国会里头还有一些议员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关注的。这个，那么他提到了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啊，提到了这个啊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啊等等这些议员呢啊，卢比奥啊、史密斯啊等等，你都可以给他们去写信，让他们继续关注这样一个事件。啊，这个你看，龚小夏把他们的这些议员的名字啊、办公室的地址啊，这些都已经打在他的推上了啊。你们也可以去看龚小夏的推上，他们有一些三位议员的联系方式啊，你们可以找他们啊。如果你们想声援啊这个龚小夏律师的话，声援美国之音这几位记者的话，以及你想声援这个在美国的言论自由的话，那么你们可以去给他们写信。好了。下面我们转到啊第三个话题，就是这个第三个嘉宾，那么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外交问题。我请到的嘉宾呢是荣建先生。荣建先生呢在民进火拍做过多次的节目啊，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啊。他在中国呢现在有多重的身份啊，一个身份呢是著名的企业家啊，他是一个啊这个艺术品方面的啊这方面的一个啊，策展的啊，展览方面的一个，应该一个大佬在北京吧啊，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啊，他这个思想的碎片啊非常多，他基本上，我感觉他基本上每天写一篇文章啊，谈中国的问题啊，关注中国的问题啊。这个中美外交呢，是他最近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啊。我请他来讲呢，他的这个观点呢让我有点惊讶啊，就是说因为。我原来啊采访了一位嘉宾啊，这个嘉宾呢是在新西兰的啊，陈维健先生啊，他就认为呢这个我川普访问北京啊丢了面子啊，他就赢了面子啊，输了里子啊，是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荣建先生他这个观点非常的那个，他说这个习近平见这个川普啊是一个中国外交的航向掉头的一个啊关键点，就是说呢啊，通过见川普，习近平改变了18大以来中国外交的错误方向。什么错误方向呢？就18大以来啊，北京的外交奉行的是一条这个禁俄罗斯
远离美国的这种外交。而习近平呢，把现在的外交方向调整到远俄罗斯近美国，这是一个通过这一个通过这样一个会见啊，得以昭示。所以我们的这个题目就习近平新动作呀，这个啊有忧有喜啊。他喜的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先生终于意识到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路线是错的，现在该调转方向了啊，这是值得欣慰的地方。在十九大之后，中国的国内政治没有起色，没有喜色啊，但是在外交上已经看到了调整的迹象，因此呢，荣建说这是值得肯定的一个方向。当然如果他要这样的来看待习近平和川普反这个会见的话呢，他对这个十八大以后的这个中国外交当然就是批评的啊。他认为这个十八大以后的外交呢是一种撞南墙的外交啊，一手好牌没有打好。因为在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前，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也比现在要好。中国领导人呢没有像现在一样得罪美国、得罪日本、得罪韩国没有这样的他跟美国交恶之后呢，把原来这个当局留下的一手好牌给废了把这个跟日本的关系搞得很僵那习近平曾经跟日本人的握手，那都不带看对方脸色的对不对大家都看见对不对那么那个你跟美国搞僵了之后，你跟韩国也搞僵了，对不对你跟四面的菲律宾这些都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说他们认为就是说十八大以后的外交是一种撞南墙的外交到十九大习近平先生终于醒了终于醒了。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次会见值得肯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中美之间有互动，习近平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就是为了改变这样一些东西。那么我就问他这个为什么这个十八大以后呢要执行一种亲俄援美的这个外交呢，他的认为就是他说那个时候仍然是意识形态的外交路线，仍然是意识形态的外交路线，而现在呢转向美国这个方向呢开始更多的转向于一个就是说现实主义的外交这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所以说这个在未来的五年以内，在未来的五年以内中美之间的外交呢，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处理那么呢淡化意识形态，中美之间的外交呢将会有稳定发展的五年有稳定发展的五年。那么为什么中美外交如此重要这个东西呢，我想呢就是说对邓小平、对江泽民甚至于胡锦涛这样的领袖中国领导人他们心里是清楚的。我在采访荣建先生的时候就专门提到一个就是说一个意识这个东西没法去评论这个确认，就是这个江泽民先生成了这个领袖之后呢邓小平找他面授机宜，给他锦囊妙计，说怎么办邓小平先生就告他两条国对内抓好军队，对外搞好跟美国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面授机宜给这个江泽民先生呢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你可以看出就是说邓小平这一代这个领袖呢领导人呢对中美关系的这个重要性的一个认识但是呢到了这个习先生的时代呢这个外交不知道莫名其妙就搞成那个样子现在终于回来了荣建先生的一个判断就是他这个中美外交才是世界外交的格局，而你跟俄罗斯走那么近，你会走入一条死胡同，是没有，那是没有出路的，那是没有出路的一个外交。
啊，在这样一种给在这样一种判断之下呢，就是说呢，啊，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而中国也意识到美国在世界上的一个重要性，就是两方面对各自的一个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就是说，这个我呢啊，我这个在采访中，我跟荣宪先生的一个质疑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点啊，就是中国这个崛起啊，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判断啊？啊，那荣宪先生说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美国啊已经成为了这个啊这个全球的这个啊这个最高等之上的那个两个国家。用他的话说，他搞了一个什么新的三个世界理论。所谓新的三个世界理论呢，他把这个中国和美国放在第一世界啊，原来这个1989年以后，我们说美国这个是单极世界啊，它主宰世界。那么现在这个世界改变的格局，就是中国和美国成了这个第一世界。那么俄国啊、欧洲啊、日本啊、澳大利亚等一些人呢，在第二世界这个位置上。那么第三世界呢，就是印度啊等亚非这些地方，就是这个三世界。那么他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这个新的三个世界理论的这个划分呢啊，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哈佛大学教授福格森啊提的中美国的呢更加细了一些。中美国那个概念就是基本上就承认这个世界就是中国和美国在主导的这么一个世界啊，他有个中美国的概念，就是说都是基于一个事实，就是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中国已经强大啊，而这一个事实呢，恰恰是荣宪的这个啊这个采访中他提到的一个关键一个点。啊，引起争议的一个地方，一个是事实争议，就是说中国究竟有多强大啊，美国是否承认中国的这种强大，这种是一种事实的争议。因为荣宪先生在这里头谈到的一个核心的数据啊，就是中国的 GDP 啊，因此呢有人批评这个荣宪是这个啊是 GDP 为上啊，就是以 GDP 为大这样一种解读中国的崛起啊。他说这个 GDP 这个东西啊非常的这个啊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整体的一个实力，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你怎么能说中国强大呢？因此呢他说很多自由派，荣宪先生也知道很多自由派批评他啊，关于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么一个事实判断啊。那么有一些人呢从价值上判断，就是不喜欢中国的崛起啊，这些人呢他们也会批评这个荣宪的这个观点啊。我们看那个节目后面的油管后面的网友的评论上呢，就知道啊，有很多人对荣宪在这方面的批评是很厉害的啊。但是也有人说荣宪先生非常现实，谈得非常好，就是把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现实谈清楚了啊，现实的这一块谈清楚了啊。当然这个荣宪先生在这个谈中美关系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就是现实主义外交的这么一个这个一路线，他谈到这个中美关系的未来的战略啊，他对未来的战略的发展啊表示了一种深度的忧虑。什么深度的忧虑呢？就是如果中国的或者中共的这种制度和价值如果不做调整的话呢，那么跟美国的这种关系呢就会有非常的危险。或者第一个，或者中国挑战美国，中国成为前苏联，最后是一个庞大帝国的崩溃。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制度呢跟美国靠近一些，这样消除制度和价值上的差异和障碍。只有这样，中美的这种战略性的关系啊，战略关系才会变成了战略合作，而不是战略对抗。而现在中美关系呢，只是一种基于现实物质利益的临时夫妻关系。如果中美之间要成为一段恩爱的长期夫妻，必须在制度和价值体系上做调整，否则的话，中美之间的关系有非常大的一个麻烦啊。这是我采访嘉宾谈的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这关于这个
中美外交啊，荣建先生的一个采访。那么谈的第四个呢，那么就是我跟我的师兄啊，李静义先生啊，他现在是纽约的职业律师啊，职业律师。那么昨天呢，他跟我在这谈的话题呢，就不是这个律师的话题啊，而是他自己在律师生涯之余呢，研究中国的当下的政治制度一点心得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在网络上发表。那么呢，我看了这篇文章呢，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他用了一个化名啊啊，叫什么石什么，我也不记，我记不住了，花在哪？哎，我一看像他的，我打电话问他，我说你发表文章，你来给我们讲讲啊。他一听，哎，有人欣赏他的文章，好啊啊，这个知识分子写文章，他不就希望有人欣赏吗？对不对啊？就像我在这儿啊，跟何先生似的，这个在这做节目讲了半天啊，人家高兴打咖啡，他心里乐呵呵的，对不对啊？这个大家觉得你劳动没有白费啊，他是很高兴的就来了啊，这个官司也不打了啊，就跑到我们那个演播室来给我们讲这个啊，他的啊当下中国政治乱象啊，他用了一个词叫权力结构二元化。我一想，这权力结构二元化有点太那个高大上学院派，最后我搞他，给他来了一个什么两套权力体系，就是说中国政治乱象与诊断两套权力体系啊。那么这个两套权力体系呢，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啊学术术语，叫做权力结构二元化啊。那么你这个跟那个观众讲这种话题带学院味道的话题时，你得跟他解释清楚啊，什么叫做这个权力的二元化，对不对啊？那么大家啊有点晕，但你给他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他这个啊一套党的制度，一套啊国家宪法确立的体制啊，这是两套制度，这两个制度并存，对不对啊？啊，这两个并存，同时在发挥作用，那么这个里头就有冲突，对不对啊？啊，这个冲突怎么回事呢？啊，有些东西就解释不了。很难办，很难办，啊，这个它会产生什么后果啊？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啊？等等。那么我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说啊，高于李氏那个案，高于的那个案件，那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案件，对不对啊？啊，高于李氏的案件的著名为什么呢？因为啊，它涉及到一个七不讲文件，就是一个七不讲文件是一个中央文件啊，中央文件。他们就说高于女士把这个中央文件通过一个什么方式传给了海外，那么海外是谁呢？给了民进，对不对啊？最后说的是民进，对不对啊？那么这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实啊，我们现在先不去争论这个里面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呢，这个文件啊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是不是国家机密？国家机密是吧？又说法院的一个文件，国务院的一个文件，你说它是国家机密，没有人去质疑。但是你说中共中央文件是国家机密，这就有问题了。哎，你中共中央你不是国家机构啊，你凭什么说你的文件是国家机密啊？对不对啊？这就面临了一个现实的一个挑战。那么最后中国的司法体制，司法机构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啊，他就找了一个专门来鉴定什么什么文件属于国家机密的这么一个机构去鉴定，那好，就鉴定中共中央文件是国家机密。中国啊，它不是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判例法体系啊，一个案子判了以后别的案件都会参照，但是法院这么一判之后啊，以后所有的法院基本上就会认中共中央文件就是国家那个就是国家机密，那不就得了了？那直接就是把中共中央当成了国家机构，啊，是这么一个问题。嗯，那么共产党它实际上是个群众组织啊。你共产党的中央文件成了一个国家机密，那我共青团的这个文件成不成国家机密呢？我妇联的文件成不成国家机密啊？我工会的文件成不成了国家机密啊？还有这个全国这个中国那么多群众团体的这个文件属不属于国家机密啊？都有问题。如果你共产党的文件成了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你就成了一个法律上的特权团体。为什么别的团体
的权利，那文件不能成为国家机密，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我还提到别的案件啊，你这个中纪委你把人给双规了，然后人家把这个人从那里救出来了，你中纪委你本来就是违法的嘛，救他是是正当的嘛，合法的嘛，哎，最后通过法律上就把他抓了，他也是把这个中纪委当成国家机构在对待，是吧？这样的案件冲突是很多的啊。那么在法律上啊，中央政法委执行国家机构的这个权利啊，监察委执行国家机构的权利啊，中央军委代行国家军委的权利啊，中宣部代行国家这个啊新闻管理部门的权利啊，广播电视机构的权利，这样一套两个权力体系在中国无处不在，无处不在。哎，这样李先生认为他的这个两套权力体系的这个冲突就在于人民主权理论和党的领导一切这两个理论的冲突在这上头。你这个宪法里头宣称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然后你那边又说是共产党要领导一切，到底谁最高啊？对不对啊？你没有解答清楚，就说你在这样一些原则问题上你都混乱，对不对啊？用李应进先生的话说，你是治国无道啊，用我的话说呢，那是野蛮人治国。那你由于无法理顺两套权力机构的关系呢，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橡皮图章，对不对？人民代表大会开会，除了轰轰烈烈的开会，让那些少数民族穿一些彩色服装去显摆一下以外，浪费纳税人的钱，他还能做什么事情？老百姓到选举箱前去投票，选出的那些代表什么事情也不能干。你这不是糟蹋老百姓的时间吗？就整个的这个国家体制的机构的设计，在这种二元化体制权力体制下，它是一套谎言系统啊，掩盖了一个真实的啊政治运作。这是这个李金金先生这个啊批评中国政治乱象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些地方。那么中共体制以内啊我也说了，并不全部都是野蛮人，有些人是意识到这个体制的野蛮，有些人意识到这个体制的虚假，有些人意识到这个体制的不合逻辑，没有治国之道，因此呢尝试去改变这种权力体系。那么就是赵子阳、胡耀邦先生他们在中共十三大上的努力，这个努力实际上十二大以后就开始了。我记得这个胡耀邦在做十二大政治报告的时候说，这个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以内活动，是吧？人民大会堂的声音我现在还记得。然后中国政治呢，在党政分开的问题上，解决两套权力体系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些进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共政治在倒退，这就是我们在标题所说的啊，习近平新动作有喜有忧，这里面的忧的这一部分，尤其从这个监察委的这个建立来看呢，他是准备把党的体制呢啊彻底的吸纳到啊，把这个国家体制彻底的吸纳到党的权力体制中去，很有点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废掉国家这个机构的这种感觉。而且那个整个的国家宪法体系在这个一个监察委体系之下，监察委之下已经变得尸骨无存。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状，也是一个非常担忧的一个现状。我们在讨论当下中国的政治问题的时候呢，很多人提啊，现在是独裁的问题。那李金金先生啊，他眼光独特，他看到了这个两套权力体系的混乱。那么这个体制呢啊，
到现在他看不到有改变的迹象。他为什么出来说呢？他最后提到一点，他说我们啊看到这种无道的体制，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很自信啊，很自信，没有，但是他觉得他应该告诉这个听众，这个体制属于无道的体制啊，这个有些人愿意听这些话的人呢，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真相啊，所以他来讲这样一个节目。所以说呢，我很感谢我这位师兄啊，他不去赚钱，跑到这来给大家做，给共产党看病，给他们开药方啊，这个心情呢我也理解啊，但是呢啊，他知道他这个话绝对不是说给中国的当政人的听的，是让有脑子的人听的。好，这个今天呢我的节目正好一个小时，讲到这个地方为止，这是我的这个大事小评的第一期啊，这个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欢迎大家给我提建议啊，欢迎大家拍砖啊，也欢迎大家右下角打赏，也欢迎大家订阅点击我们的明镜火拍。好，我们下一次再见。